经理，人呢？安主任去开会了。哎，你说话呢？那这门为什么没锁呀？安主任已经将你设定为可以信赖的人。哎，这俺可以通过你的相貌、媳妇、你在说话，辨别你的身份。所以你来的时候，门会自动解锁啊。真的吗？哎，你干什么？怎么着？还不让摸呀？干什么？啊，不让摸。请不要耍流氓，请不要拿405当个性，请不要乱摸乱动，请不要啊。我说过，请不要乱摸乱动，请不要乱摸乱动。在这玩两天。各部门注意，各部门注意，有人闯入实验室。啊、各部门注意，就待两天怎么了？你怎么这么没人性味儿？信不信我拉你闸啊？各部门注意，我有备用电池。哦，你还有备用电池呢？信不信我尿电池上？那也会电到你自己的。逗你玩呢。多行不义必自毙，请你伸下懒腰。呀，该找找今儿半神牛在哪儿呢？不见了。哎，你呀、啊，你得慢点来，这个来，慢点走啊。好。嗯，看、哎、这边哦，哎呀，今天怎么都这水平啊？哎，嘟嘟，哎，你不是说你今天在吗？哪儿呢？哎。你过来站起来，这挥一个手，我这儿找不着你，在哪儿呢？这人哪儿呢？这，哎呦，你跟我挥手干嘛呀？你谁啊？你是嘟嘟吗？是啊。是吗？真的就你啊。接下来呢，我要为三位导师带来一首《追捕》的插曲《拉呀拉》，希望三位导师能为我转身。拉呀拉，拉呀拉拉，拉呀拉，拉呀拉，拉不出来呀，拉呀拉，拉呀拉，拉呀拉。哎，妈呢？我这是练歌呢。这三位啊，是我们施耐德好声音的前三届的冠军，然后帮我这个进行一个简单的培训。我这届我要参加。你要参加？我要参加，我要拿冠军。来来，老师，麻烦你了。哎，你好，我叫米普。你好，你好。哎，老师真漂亮，真漂亮。哎呀，一看就特别会唱歌。你好，老师。哎哎，这那个我先打扰一下各位啊。这，不是，我现在特别想上厕所。哎，等会儿，等，我得先问你个问题。这眼镜什么情况啊？我一戴上它，这美女都变丑女了。怎么？我跟你说啊，这是我的最新发明啊，叫原生态眼镜啊。这个眼镜呢，你戴上之后啊，就能看到物体原本的样子啊。就比如说啊，你看到所谓的那些美女呢，都是整过容的，你看到的是她们没有整过容的样子。哇，这挺厉害的。哎，你没怎么变啊？我都这样了，我有什么好变的？是吗？厉害了，我在老师，你知道吗？这个眼镜，我们今天咱们先聊，咱们先聊啊！老师，哎，老师，别走，老师，加油啊，继续加油！哎，加油，老师，不是你们都走了，我怎么加油啊？怎么了？你这桶花给我！哎，喂，老师都给我弄走了，这，你告诉我怎么拿冠军啊？你给我怎么拿冠军？哎，你冷静点啊！但是这玩意儿，我绝对得借走。我告诉你，这人啊，宁愿活在一个虚幻的世界里头，也不能被这丑女给恶心死。咱们每个人都保有知情权。妞儿们，让我看看你们真面目。世界波，这你看什么呢？你的胸，男人，庸俗的东西。
然后每个人都要吃。吃药了。吃药了啊！都该吃药了啊！小白护士怎么是个男人？或者他以前是个男人？不行，我得告诉居里。居里，居里，你怎么爱上个男人了你？居里，你别尿了，我知道你肾亏。哎，我跟你讲，小白是个男人，我亲眼看到的。你别在这胡说了，我不相信，不说了吗？不相信。我知道你承受不了这样的打击，但是你也不能逃避呀，你得勇于面对现实。什么现实啊？小白是个男人的现实。你听我讲啊，就算她现在是个女生，但她以前可能不是女生啊，或者就说她现在看见像个女生，但她可能就变得不全面，你懂吗？子壮，虽然男女之间的事儿呢，我没你那么有天赋，但是公母，我还是分得清的。哎，对对，听好了啊，咱们俩一块儿去找小白，然后呢，带上你那个什么什么原生态眼镜。咱们一块儿看看他是公是母。哎呀，我忙啊，我没有时间呢，对不对？完了，你自己去玩吧啊，你自己玩吧，我先回去做研究了啊。居里，居里，居里，爱上了个男人还执迷不悟，哎呀，我得给他找点证据啊，是吧？鲁护士，鲁护士，鲁护士呢？这，鲁护士，咋的？哎呀，你快，不。我讲这白护士跟其他护士有什么不同？嗯，对对对。怎么样你？来来来，哎，说说。啊？说呀。你不是软方面？就是言谈举止啊，举手投足会不会偏男性化一些？你很了解白护士。我这你。我们都叫他女汉子。啊？哎，那怎么个汉子法？你说。嗯，别看平时白护士啊，文文静静，柔柔弱弱啊，别丢三落四，还不爱讲卫生。不讲卫生，你好好给说说怎么不卫生啊？我们啊，白护士啊，上厕所出来只洗一遍手，一遍手，那能行吗？你是个护士对吗？对对对，我说呀，洗几遍啊，钢丝球刷，洗粉泡刷刷，可干净。这个除了不卫生还有什么其他的吗？你好好说，还有什么比较爷们儿的地方啊？饭量大。饭量大啊？不大。平时啊，饭一份我都吃不了。哎呦，还得吃两份。哇塞，那一份多大呀？半勺。半勺您吃不完啊？我里要六个馒头啊。刘护士，不好意思了。还有什么？我说实话。哎，等等等，卢奶奶。来，你给说说他有没有什么比较暧昧的女人啊？有啊。啊？没有了，没有了。有。哎，来，说，来。有女的啊，经常给他打电话，那态度极其暧昧。哎呀，那甜的，那嗲的，哎呀妈，你都受不了！哎，我跟你说啊，女人都爱撒娇，你再说说啊。良人啊，啊，经常聊起小时候的事儿。哎呀，小时候啊，哎呀，一起玩啊，哎呀妈呀！两小无猜，两小无猜就是这个，还有什么？你再说。对方经常问啊，你什么时候回家？哎呀，不行，我这边加班呢，明天加班你不给点加班费？哎呀，可多了。什么意思？这怎么着？就是。说明俩人住在一起啊！啊，那这完全就是非法同居啊，是不是？太劲爆了！最重要的啊，两个人经常聊起白护士他爸，而且那个女的呀，啊，非常非常了解他爸啊。你说谁比他姑娘还了解他爹呢？他妈！你太聪明了。一年没想出来呀！哎呀，他妈呀！哎呦，太厉害了！就剩鱼片了，吃死你呀！干嘛要吃死我？我的薯片呢？我给你剩了一片，真的，这呢？对啊，你别激动，好不好？来，你吃一口。哎，姐，别激动，别激动，不是吧？
有没有看到我的电话？没有啊，打一下给我看。好好。哎，你先别动。好像在这边。哎，你看看这。找到了，找到了。我们快走，院长刚我们找我们开会。啊，那快快快，晚了他该发飙了。这，哇塞！剃须刀，这女人用这干嘛呀？前列腺，男人装，现在跟我一个牌子了啊！小白，你怎么把茶壶拿到这儿来了？看过《行尸走肉》没？闭嘴！得嘞，这个是昨天的隔夜茶，扔了怪可惜的，所以我拿来浇花。小白，你可真清醒，我得向你学习。我也是跟我妈学的。你看过《行尸走肉》没？快走。啊！这可说明一切了，这。经理，嗯，小心手。怎么了？这都是？怎么跟你说呢？这些都是小白的东西。小，怎么可能？女人用前列回春胶囊吗？女人啊，也需要套房。女人需要普乐安补肾片吗？女人需要剃毛器？女人需要打飞机吗？这什么呢？这事实已经摆得很清楚了。你朝思暮想的这个小白护士啊，她呀，她是个变性人。那个，你说这个啊，我不太敢苟同。我跟你说啊，小白，顶多啊，小白这种呢，算是心理扭曲，他根本跟这个性别是没有什么太大关系的。举例，举例，举例，你逼我出大招是吧？出什么大招？你看，这什么？你看，他在干你跟我天天都会干的事儿，可高可低。距离你挺住，距离你挺住，距离，我看不了你这样，距离。没事，我没事啊，我没事，我什么事都没有。好，好，我什么事都没有。距离，你先让我冷静。距离，距离，你管他是站着尿还是蹲着尿，反正你只要爱他，我都支持你。距离，我告诉你了哈。我不相信！哎呦，居里呀！你看着啊，啊，看见没有啊？这是我最新发明的水溶性布料啊。这个布料呢，遇到水啊就会融化啊。明天我们不是去游泳吗？啊，我把这个做成一个泳衣啊，送给小白护士。然后呢？我就要看看他的真面目到底是什么。哎呀，居里何必呢？这个就你根本就不明白，自己心爱的人。跟自己是一个性别是什么样的心情？哎，真不知道。哎，居里，要是能好受一点的话，我们就陪你一起去看他的真面目。好朋友，我好想你。走，我们去找个财主。来来来来来，给我看看，我看看。走吧，走，回去偷东西。好，好吧，好。跟你说过不让你看，你非看。快点！别上来，别上来，别上来！你可别上来呀、啊！你可不能上来！回去你别上来！哎呀，别上来，别上来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别。小白护士没穿那个新泳衣吗？他刚才跟鲁护士交换泳衣了。交。那我就说别上来吧，你。别上来呀！干嘛呢？为什么没有衣
哎呀，脏了我的眼睛了。今儿看都这么漂亮，这现实里头得是多大的一个美妞啊！赶紧上来聊啊，姑娘。鲁护士，怎么是你啊？这你有病啊？咋的了？不对，你以前长那样吗？啊，这啊，被你发现了。好吧，我承认我做过整容，但是。你不觉得我现在很美吗？不，这差距有点太大了吧？啊，当然啊，我是在全世界最发达国家首都的皮人整的。嗯啊，我是不是很美？平壤整容。